大韩的三个物候，分别是鸡食乳、鸷鸟立即、水泽富坚，说的是格陵兰哦 ，Greenland， 这个都是冰的地方，居然开始种草莓了。因为相传呢，佛陀就是在十二月初八这天得到的，民间呢俗称这天为腊八。每周五晚间9:30，一起来谈天说地，化节气。